李佳蕊啊，感情真心是因为伊捌救过你，所以恁个情分当然是无共款。我甲蕊啊熟悉伊讲个代志，我甲即马阁记甲真清楚。有有有，我目睭敢有看唔对？这颗唔是正大的身躯边上红上出名的菜骨仔出来啊！英哥啊，啊，这你若要用吼，无我娘令我来走好啊。等一下，我奶奶要走啊，我偷勒勒，袂输甲新妇啊，我也袂欺负你啊。是啊，加加甲你开一个，啊，红开无？莫安尼啦，阿无看恁对我有啥物意见，恁讲啦。我确实想要向你请教啦，是安怎真大个，遐尼看中你啊？你倒位比别人较厉害，看你也袂晓拍，袂晓拼，无半工啊！原来啊，你是较有艺术气质啦，啊真大是请一个跳舞的，真加气质个啊！你唔甘愿啦？啊，我著真大个细汉个，敢做十七啊尔。哪有什么气质啊？你看，这就是气质无同。讲话我尔斯文，我尔谦虚啊。我嘛想要增加一点仔气质。川嘞，跳一下舞来看啊。穿这种的，有嘞有嘞。我袂晓啦。你若跳拄只，你跳迄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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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我看过啊，电视哦，有查甫穿裙跳芭蕾啦，有够好笑呀！川诶，跳红馆啊！我袂晓啦，要讲你继续讲，我要来走啦。安怎？是看袂起是不是啊？是跳有正大个看，袂跟跳红馆是不是啊？啊！这也真特别哦，还是穿诶才会跳，啊，跟跳红馆。听我，赶紧去，趁小爷王爷呀！我赶紧去，看我等你什么啊？赶快去！你叫我是怪去你啦，啊，去搞我晒太，欠牌，搞我吧！免挑衅，你看嘛，无路用啊，鬼去啦，打到灯啊！够强，够用啊！是，你卖伤害我脚，我跳，我跳。拄只叫你穿鞋跳，你唔跳啊？即摆领裤我做我起。我跳起要创啥？紧跳啊！天鹅湖啊！用要烧声的，你看你两个啊，就准拄煞。文英姐，继续跳，继续跳啦！莫想超过哦，超过啥？叫你跳你就跳啦，我你拖回去啊！跳啊！给你啊！恁三个人欺负一个是咧创啥？最近莫敢讲恁是伫个跟人佚佗的啦，笑死人！你这车上不用一样输啊！岗位计划二十，先生，给你卖关。
反正画紧画慢拢无要紧，你画到查某仔会停啊，啊若无，我是今日甲你拍死。你臭小鬼啊！你真阿戆嘛？是想拍死人，敢不知？我死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点二、八点二、八点三。我自己爬起来了。受伤啊！在这个所在跳舞，当然也受伤。我把你扶起来了。你回楼下呢，想法真一定真甜。啊！拄仔迄几个，甲同款拢在小高级。因平常时看了真丑啊！你即摆替我出头，我今日倒转来找你。这个人无你，今日也麻烦。是讲你对迄个小高级还是有啥物出头？地上来灵魂啊！谁在你啊？人各有志。对啊，你要倒？我也倒歹停去遐尔。要送你过？我倒摕物件。讲你耳朵酸啊？听讲，迄个小高静啊，身躯美，但是读较袂歹，我看应该同意。无啦，我做林静川，啊你呢？我叫萧天雷啦，叫你名。你啊，多谢你。好啦，为了找我泡茶，我的名声还阁会使，真好找着我。伊也甲我讲，伊救你，后来恁两个变作朋友啊。啊，毋过真侪所在啊，你拢一直伫伊，甚至你平时知影恁大个小高静啊，甲阮小抢一个工程的标案，你嘛是替阮教教，互阮顺利摕到迄个标案。较直接来讲，就是我泄露小高静代表恁知影。你才摕到标案，我这人就是安尼，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。就算讲手段是讲介公平正大，我嘛无差。既然雷啊开嘴，我来答应伊，所以这标案我收雷啊，用抢也袂抢回。你即摆是替雷啊咧跑步兵？我回应讲啊，真清楚啊！我这标案是要雷啊，你是问伊好尔。尾啊，小高静摕无到这个标案，要找恁输赢。你煞甲雷啊塞去头前讲输赢，
我害伊提起小高进啊走路，最后你阁出卖伊。但是母甲这尼啊无用，死的死，倒的倒，无空的你煞鬼啊拍伊。无我是爱解释几遍啊，我无出卖伊，就算我今仔跪伫个神明头前，我哪敢救出啊？你讲这对我来讲拢无意义啊，因为你已经无伫啊。你是毋出卖伊，后摆你家己去讲。我对瑞亚已经仁至义尽啊，是伊设计我，甚至伊侮辱我的某，这款代志讲出敢会听者？我讲一句较歹听的，瑞亚，伊做沙石啊，开酒店拢无要紧，啊，毋过伊贩毒，这个注定伊无路通行啦。是伊家己啊，互伊家己行就一条不归路的。唔通讲啊吼，秘书大家拢对不起，伊对不起的人吼，才真正有够多，包括叶某叶彩西。别人做唔对，你拢讲啊真大声，家己做唔对，所拢点点点。我做唔对的所在啊，我家己会想办法弥补。啊，不过萧天雷伊欺负明芳啊，我替伊饲伊后生三十年，这条就只有伊欠我，我无欠伊。敢教瑞啊欺负恁某，你无欺负瑞啊？伊重情重义，站在你的面头前替你冲替你拼，替你甲我讨人情。表面上你甲当作兄弟，其实你咧利用伊甲当作戆人，莫想我看袂出来。当初就是我甲伊做伙时间伤过短，若时间较长个，我就叫伊甲你切甲利利。啊，若无就算讲有迄个害死，伊同款戆戆个甲你感谢，啊，我真可惜。我未赴讲，代志都拢发生啊！这是我这项上大遗憾。所以你这次回来是专工要替瑞亚找我算账的。所以你头过走去地检署外口，伫个媒体面头前大声话讲司法不公。所以你是跳过要社会大众甲我公信的。唔管我安怎算账，瑞亚同款无得回来，敢不是？归去啦，咱即摆拖后背啦。你到底想要安怎啦？我想要替瑞亚讨一寡公道。你的事业是瑞亚替你拍的基础，你欠伊伤济啊。无啦，你拢知啊。啊，瑞哥都已经走啊，你搁计较这嘛无啥物路用对无？我毋是计较，大概是今仔烧酒啉伤济，情绪较激动。运动。向运动啊！哎呀，我欺负你哦！我替你出气，我替你。哎，无啦，老朋友真久无见面，拍只招呼开讲者，无代志。哎，我先上一顿。啊不，我无要顿去啊！我拄仔有听到有人在呛声，我替你，我替你。我想要提醒你，我是一个真孝敬的人。瑞亚是我这乡上好的朋友，就算讲伊即马无伫个，我无法度甲斗相共啥。啊，不过我爱照顾伊亲人。在这，我要替平衡讲一句话，你妈爸对不起各位的感情。接受恁爸妈为你安排的商业联姻，还因为正港的女朋友变成小三，伊才用心计较，做一挂奇奇怪怪的代志。这所有错误拢对你开始。卡叔讲，你若无法度认清这一切，你就莫阁责怪别人。